嘿，哎 我贴 Discord 好，我来点一下。哦。怎么了？SNNRZX，有，第二次成功了的感觉，仿佛成功，不行呢，真假的？他抽进去跳什么？The match you are trying to join a running sequence again. Please try upgrade your guest. 哎，Virgin 不对啊。好，你没有更新哦，我是0.2.4喽。小米，你先离开游戏，然后按一下更新。惨哥，没关系啊，等你更新。可是我的只有按开始游戏，它那我更新。哎、欸，这是假的吗？我看错了吗？还是我、啊、只有开始游？还是我没更新？只有开始游戏啊，不然你Steam重开看看。哎、欸，真的，他开始更新了，shit！哎、欸，你刚还在用旧版本进行游戏啊？天黑以后，我大概就可以进去了。现在哦，欸、要现在要天黑嘞。现在天黑了是，天亮之后我大概就进去了。你要对自己有信心，这么正面。对，哎、欸，小叶，哎、欸，来哦。来了来了，哎、欸，现在有更新的，真的有更新啊，有啦，有啦，从不官方，哎、欸，从不胡乱的。啊？他这次改版有减轻那个 BOSS 的那个减伤率，真的、啊？哦。我在想，我们打得太顺手，是惨了。没有，是怕我们打得太累。哦，他是这样子，降低敌人的减伤率。哦，为什么我不能加入多人游戏啊？哇，你有没有更新？謝謝有啊，你有更新？你是2.4版，0.2.4版吗？对啊，B 2.4.0，2.4.0，然后 B 129。哎，按你抽讯息写什么？他就说不能玩那个多人游戏，他们挖坑。哎、欸，你等一下，我卡 bug，我出来一下，我出来一下哦，我试一下。哎、欸，不对啊，我可以复制邀请码，代表我应该是线上模式啊。欸、可以了、欸，哎，啊靠，我出来嘞、欸，那不见鬼、啊欸？所以我懂了啦，你看的伺服器同时间在线只能一个人呢、啊。靠腰，好，再一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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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只要我不尴尬，我投开游戏就好了啊！只要我不尴尬，尴尬就是别人，是别人，对，干就永远就是官方的尴尬。回家哦，干，腾云龙在一楼睡觉。等一下哦，要邀请码应该变了，好，我再贴一次哦。好。看新的，看新的。哇！错误了吗？没有任何错误讯息，但是进不去。然后，哎、欸，进去了，进去了，进去了。哦、oh. ，我想要看来这次改版有 bug 了，惨了。改太多了吧？改这么多有 bug 了吧？我啊，你又在海里了吗？哎、欸，我看到你。Station is 啊，看来 server 端有问题啊。可是我没问题啊，我看小月进来啦。对啊。
说什么 this station is 什么 current 什么 full 什么的。那、啊、是不是刚 station 有问题啊？不知道哎、欸，然后现在看起来又很正常、嗯。对啊，真假的？对，所以你现在正常了、啊？嗯，也没有很正常，因为我看到连李龙跟碧海龙直接睡在我们的出生，把睡在那个帕鲁中端机旁边。哦哦，这是正常的，哦、这是正常的，这是正常的，这是正常的。他说你那个床那么小，还不是？不是、啊，他们两个共同，他们两个压在阿努比斯身上，这就过分了、哦。超过分，我们认真上班，认真上班还敢压你的身上。主要是刚才我不是说要重开，然后我重开的时候刚好一上来他们就睡觉时间到了，哇！于是他们就躺下去睡了，说睡就睡，对，就是这么一回事。看一下啊，我现在可以做什么？你们先开始，我应该还要很久。啊，你家网络还没有 upgrade 吗？还没有啊。upgrade 一下。upgrade。你倒是 upgrade 啊。哇，新的盔甲要46级耶。有新的盔甲。有啊，帕鲁金属盔甲。就是用帕鲁金属锭做的盔甲。因为忘记现在干嘛？现在吗？诶、欸，上一次下秀我们好像在开地图吧？我有点想去打，有点想去抓看看那个叫什么幻冬兽，哎，会不会太早？你的传奇帕鲁球呢？可能我们要先伸出多一点的传奇帕鲁球。对，我们需要。现在我们需要先找材料。哎、欸，踏春兔在哪里？哎、欸，我们那天说好了，像现在之前第一件事情要先去挖石炭。哦，对耶。哦哦哦哦。出发。没问题。两位，赶快去挖石炭。哎、欸，因为我们好像要做什么我忘了，然后先去挖石炭。我们要做传奇帕鲁球吗？我们要做大量碳纤，对，我们要做大量碳纤维，对嘛？所以我记得要挖石炭。我们好像说好上线前先上线第一件事情先挖石炭，啊，下线最后一件事情也是挖石炭。石炭在哪里呢？在我这。那我在哪里呢？你在石炭旁边。对，我在石炭旁边。好，真的很清楚。你看，石炭在它的左边，还有右边，还有前面。超棒的！哇，等一下哦，我先把那天盖的据点收起来。据点只有三个，真的是有点不太好。我觉得下次改版说不定它会调整，因为它图越来越大，应该要多一点据点吧。说不定据点等级会再往上升，也有可能。有机会，但也不好说啦，因为……哦，对啊，有机会，确实。对啊，因为地图变大。对，而且我觉得应该不太够用。我觉得角色等级一定会上去，因为你的科技数会变多。可能少说来个70级之类的。咕噜咕噜。哦，他们转那个箱子不会扣血。我刚看有一只不小心又转到箱子。哦，是哦。对啊。好。撤收。哎呦，天亮了。对啊，
时间过很快啊。我不是才挖个试探而已吗？然后天就亮了。Yeah. 天亮了，天亮了，是不是可以再挖一次啊？没吧，刚才被我们，我记得他一个晚上过了，好像会重生一次啊。刚才被我们殴掉。小，哎，谁在开弹？我。听到弹的声音。不知道为什么总觉得，嗯，碧海龙有一点说不出的奇怪。碧海龙，它有点像，对啊，嗯，它有点像卡蛋的那种感觉，要喷喷不太顺。我看到了，卡蛋，完了，抓不出来了。他抓得很不顺嘞、欸，那么搞笑。他现在是点色模式，你知道吗？没有啊，他现在在享受那个发电机的那个带来的愉悦。可以抓吗？啊，可以抓，可以抓，可以抓。你看，整只插在发电机上面。对啊，然后。哎、欸，暴电熊，暴电熊真的一只可以解决所有发电，好猛！所以是四级吗？它是四级还是三级？那三级而已啊。那我觉得它一只真的可以解决，就解决问题了。对啊，处理了所有，舒舒服服，成功解决了所有发电。再来打踏春兔。好呗，贝亚诺瓦其实蛮猛的、欸，你有带在身上？有啊。在这边下线，这是哪里？哎、欸，收天晴鸟，天晴鸟不见了！哇，真的假的？出大事了呢！那真的是出大事了。对啊，我说我身上什么都没有。等一下啊，我觉得我要成灯。好，这一定是错觉。都是错觉，吓不倒我的。完了，我被复制错邀请码。可是没有啊，可是我已经被吓到了，太可怕啦！不去动，我再看看，再重新登录一次看看。对啊，我就是重登看看啊。好紧张哦。对啊。最紧张了，对啊，有啊有啊，回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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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，你的天晴鸟有了哦，有，吓死谁了？哎、欸，虽然就算没有，也可以现在马上帮你造一组啊。不要这样子，我那一只是三星的耶，看好猛哦，我输了，这样很累，要重来一次。对啊，好累哦，
哦，好累哦，一想一听到就累。对啊。在哪里？在这里下线了，这是哪？我在据点旁边呢。不在海里哦。没有，但是我手上的枪不见了。哇，那好麻烦。什么枪？再重登一次。好，再重登一次。阿哥，那是我手上拿着空气，你知道吗？哇，干！看来这游戏跟那个 NORPG 一样，更新都会出事啊。对啊，就完了。一更新，大家要提高警觉。要么枪不见，要么大陆不见。我的大陆又不见了，天青鸟子再次回归，又回来了。我不见了，我又回来了，我又不见了，我又不见了。可我手上拿的枪还是空气啊，我看可不可以打？可以吗？不可以激发。啊，不可以。我知道了，重新装备一次看看。好啊，你试一下。拔起来再装回去。我这么尴尬，只要你不尴尬，尴尬就是别人。但是我的枪的状态是那个反白，为什么？哇，大鲁球也是反白的。哇，这是什么 BUG bug？ 要不要重开电脑看看？这么严重吗？我不知道啊。我背上背着一堆枪，手上好像有拿枪，但是我实际上在面板上面看起来枪是不可以用的。你以为你有枪，事实上你没有。没错。对啊，你们看起来都挺着枪啊，没问题啊，怎么会这样子呢？看最高境界。等一下，我再重开一次。我不信。好。还是我要重开电脑。这次重开一定可以，这次重开一定可以，治百病。对啊，确实重开治百病啊。我又回到上面嘞。啊，你什么意思？回到上面什么意思？就怕我，就吓我。我又回到我上一次的出生地。啊，你说初始台地哦？对，没有，我说刚才。哦。我刚才已经到小叶旁边了，回家了，但我现在又回到了。哦，就是回到了遥远的地方，听起来就是回缩了。但是我的枪回来了，那你的天晴鸟呢？也有，现在马上又碰到一只天晴鸟，马上把它打起来。你是自己的天晴鸟没了，所以现在抓别的天晴鸟，还是你的天晴鸟也出现了？然后你同时也看到天晴鸟出现了，可以，现在正常。好，终于恢复了，终于回归了，真的。因为你上次说。是不是我只要抽一只一星的，它就可以吃下去会多一星？我不确定是这样吗？就是你原本的加多少，你到新的就还是可以加多少。可是如果你跨星的，它后面的就全部会被舍弃。跨星的意思是，就比方说，我现在我零星升一星，只要四，只要加四嘛，对不对？对，好。那今天假设你有一个已经二星的不是已经加了20只吗？他这个加了20只灌过来，会变成加四。为什么？因为零星跨一星了，所以一星变二星就完全不会有效果。哦，是这样子。对，我听那个帕鲁宾尼史是这样写的啦。啊，实际我没试过，你要试试看吗？不要好了。我就乖乖不小心抓60只的时候把它弄满就好。搞不好那是旧版的啊，说明新版已经更正啊，对不对？更正了，更正不会随便吃一星，然后就多新出来。搞不好有啊。我这次官方处理的妥妥的，你就安心的吃吧。妥妥的，听起来不太妙。相信官方。相信官方吗？对，这听起来好像不太成功。哇哇
哇，官方好伤心哦。对啊，官方负责。对，我们刚才都已经重开那么多次了。一定是你都不更新，官方伤心啊。对，你看我现在60只已经有15只了。官方说这个 bug 不是大家早都已经习惯了，怎么你现在才发现？对啊。官方还在进、啊、你們嗯，等下等下怎么说？我现在在挖石炭吗？还在干嘛？啊，石炭挖完了。石炭挖完了。挖完了。对。那现在是 freeze。我有点想，我有点想去打火山的地层。然后去收集贝亚路杰的碎片。可以啊，你在哪？我在火山。火山是吧？这个答案你在地层旁边吗？还没，还没，我还没到。地层在哪？我们去找你就对了，是不是？去找你好了。那找你就会碰到地层。那等一下，我先冲到地层旁边。哎呦呀！哎呀喂呀！我又变透明了。看，好可怕、喔！飞起来就是个透明，就是个透明人。没错，看到蛋先去捡一下。好啊，看到宝箱先去开一下。耶、欸，红色的宝箱哎、欸，我没钥匙啊。我刚才有碰到红色的宝箱，但是没有钥匙。有哎、欸，我居然有白银钥匙，什么时候拿到的？不知道。好像有时候开宝箱会开到、嗯，哦，是开宝箱开到，对，开紫色的宝箱有时候好像会开到，哎，这边有一个地层呢，然后还有一只发光的啪啪鲶呢。哦，靠腰哎，腰修哎，当啪啪鲶对我放大招，啪啪鲶。啊、你那附近都没什么船点，这附近吗？确实没有。哦，纳尼？那我快到了。好。这边有一个旅行的地方，去看一下。算矮吧，算矮，嗯，欸，算高吧，我也不知道欸，我不知道，我现在在打一只醉火鸟，醉火鸟，哦哦啊，小月，我在你高处，我看到你飘出来数字，哎、欸，高处哦，哎、欸，等一下，那是 David 还是小月？我吧，我应该在你上面还是下面？你现在是丢球了，对，哦，那是 David 啊，你在我的下面。哎、欸，看到远方有人在放龙卷风，看没带球，没有带很多哎、欸，待会，哎，我看到小叶协调哎，我现在几乎没有球、啊。你说你在哪？我在这里，我在这。那你是风歌龙吗？哦、啊，我后面有风歌龙吗？不是。我在小叶旁边。好，那、啊、你在哪？我在，我有一只云海鹿。我叫醉火鸟哎、欸，我现在骑着醉火鸟。
你们先到沙丘上面，就会看到我们。就沙丘上面。欸哎、欸，我看到了，你干嘛？哎、欸，来哦，原来在哪里？哎、欸，这里有一个，这里有一个地层，我还没看等级，四十吧？四十应该可以了啦，我们都几等了？四十级？对呀、啊，我好像四十二。哎、欸，我没带，我没球，没多少了，我想把持飞戒指。我、哦、干，我也没什么救。等一下，前面有个拿了火神枪的。没见识。哇，开射，开射！我直接被打了，刚进来就被打。是不是应该要叫鸟出来帮忙？哦，嗯，哎，有看到那个帕鲁金属、帕鲁矿碎片的大颗的要挖哦，它会 有透一点蓝色的光。好，哎，这边有那个，我挖一下矿。还有吗？没有路啊。哦。也有三条路，要走哪边？由右而左，先右。好。看右边是终点的，等一下，撤。哎呦，有一只亮亮的鸟。右中间。BOSS 好像是闪电鸟。闪电鸟，没关系，等一下会换的、啊。好。看你挖矿啊！哇，他们不打完不挖矿，要先打架了，不打架不能挖。我总觉得你们那只贝纳诺瓦好像比较强，我们是不是应该换他来登场？可以啊，贝纳诺瓦的那个伙伴技啊。就是那个雷射、就是那个大的雷射线。有，我刚才看到了、啊。哎、欸，有一点刚猛。哎、欸，哎、欸，哎、欸，小叶，你的贝阿诺瓦是手下留情哦。看一下啊、哦，不然你为什么可以让他升一点点？对啊，没有啊，那我打的、啊。哦，你打的。哦，你有带慈悲戒指啊？对，我有带着。哎、欸，可是我刚刚看贝阿诺瓦。薅那个遁地鼠一下，那个遁地鼠没死、欸。嗯，对。哎、欸，就是这么不合理。对啊，他对遁地鼠有感情。家己人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他已经有感情了，所以他手下留情啊。哦，这个会烧，小心一点。好亮哦。哎、欸。没有，是博爱西，但博爱西很受欢迎哎。这边是不是应该要放云海路出来打？还水鼠？云海路是普通系的吧？它是普通的、哦。对啊，好像是普通哦。它只是有水鼠的技能而已。哦。看博爱现在走路姿势很靠背，是不是看起来很讨厌？对，不知道骄傲什么，扭啊扭的，那就朝他，这样有点不爽，那就朝他头，有点不太舒服。欸、然后朝他头上开一发吧。哎呦，这技能好屌！可是问题是，这个技能会让我看不到敌人在哪里。
对，我会找不到怪，就会觉得这是怪放的。哎、欸，哎、欸、呦，啊、哦，等下开箱，开箱，开箱。你开。好，我开了，走吧，回头。往回走。哎、欸，我怎么音乐还在响啊？没有吧？有吗？是我这边的 bug。哦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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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要去哦！我突然做这么多图。对啊。好了，挖矿哦。一个空包弹，看我们叠的技能都变得好恐怖哦！看起来都很猛。对啊，越喷越喷越大颗哎、欸。哎、欸，好啊！哎、欸，小月大声，还有吗？没了，没了，没了，回可以回头，可以回头了。走、啊，回头了，回头了，回头了。这边啊？对对对对对，谁烧起来了？我烧起来了。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采着岩浆就烧起来了，真的假的？这里有的岩浆可以采，有的不能采。怎么判断？他们看不出来。你就用你的脚去判断，踩下去就知道。用身体去感觉，踩过就知道了，踩过就知道了。那是要上去的意思吗？对，要飞上来。在哪一边？对对对。好，换右边。哎、欸，我们刚才不是用右边开始的吗？应该说反过来算左边啦、啊。哦，我是说，哇，它蛮地层蛮大的。所以可以挖矿。哎、欸，还有敌人 是？还有吗？哎、欸，还有哎、欸，在哪里？我怎么没看到？这边有个射手，死了吗？好像死了。碎啊！丢石头看看就知道了。好，死了。只要可以挖矿，就表示死光了。哎、欸，哎、欸。这是什么？阿 P 器官，好，回去吧。回头岔路直直走，滴滴惊，就可以灭了他。那就找 BOSS。应该不会刷新了一下里面的怪变那个咩咩羊吧？咩咩羊是几位羊？我就想说，我们是不是应该出一下地图再回来？是谁啊？啊，遁地鼠哎、欸，遁地鼠哎、欸欸，回来回来回来！啊好啊，回去吧。你要洗那个帕鲁。遁地鼠不太舒服哎、欸。遁地鼠不错啊。遁地鼠，我记得手作等级
以初学者来讲算高啊。往再往前一格啊，一定要骑着这一条路走了。哇，应该这哎哎发光的哎、欸，我会发光，干发光的炸弹鸟哎、欸，干，快抓它，抓抓，抓不到吗？哎、欸，干49级耶，超强的，哎、欸，好亮啊、哦，它好亮、哦，我就打不赢，认真我就打不赢，那我们还是先走啊，对啊对啊，对啊，应该刷了吧。应该刷了吧？我觉得他应该过来会直接自爆，妈的！但可是而且是那个超级、啊、超级强力的自爆，那个500的那个会化作对闪耀的星星的那个自爆，对，太可怕了！啊，前面换谁？看一下，雷鸣童子那个好，嗯啊嗯，哎、欸，要吗？雷鸣童子。也是蛮受欢迎的呢。那要抓要那个吗？要带慈悲戒指打吗？你们要抓吗？要带，不然大只的抓就好了，小只的别抓，小只直接打死。好，那先把小只的灭了。好，小只的全灭了，慈悲戒指带起来，慈悲戒指带起来，重抽起来，不然他等下就死了。我重应该收着。哦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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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在船底，哎，船底在哪里啊？船底在我们这边。哦，哎，有蛋哎，我先捡个蛋。我说我还有补一下子弹哦，我还有空位吗？我觉得应该要先回家一趟，亲一下宝宝。突然觉得你的选择是，你说的是对的。
好，不然先回家，我等一下再来。杰西，你看到谁啊？杰西，你应该看到我吧？哦，赶快回去，我船走他就不会看到我了。对啊。哇！醉火鸟跟邪麒麟尬起来，这么刺激的吗？嗯。我钱这么多、啊？哦，因为你昨天不是打捡那个暗黑商人？嗯，对。可是身上160,000也真的是有点太多了吧？看你是不是？什么、啊？好像有点猛。对啊，你好猛哦！我到底卖了多少帕鲁？哦，对哦，你到底卖了？你到底卖了多少奴隶？那就奴隶啊，那卖一卖也好。旧的不去，新的不来。160,000也太猛了吧！我也觉得有点猛哎、欸。那个子弹你没办法选 Max， 你知道吗？要不然你要顶好久。哎呀，断线了！哇，哦，今天连线是不是真的不稳啊？断线者，可以吗？进得来吗？没有，我被踢出去了，我要重新进去。哦，真的假的？我还想说，怎么我卡了一个 bug？ 为什么啊？就是同一颗弹，我刚才开了好几次，怎么都打不开。哦，严重，听起来好严重。严重的。连 bug 这么多，一定是因为刚更新。对啊。看一下哦，把矿碎片。龙元兽。哎，我也要开箱。火龙壶，嗯，火龙壶不是很出奇的吗？对啊，开了两锅。换我，换我，换我！还有醉火鸟啊！风歌龙，去卖一个子弹。哎，你们现在还会累个吗？嗯，会，有一点，还好。哎、欸，好奇怪、啊，我刚才从登州好像好一点。哦，只是刚刚在去找你的路上，真的是累个到不行。真的，哇，一直被回溯，你知道吗？对，我能想到就走烂线了，真的是烂线了。对啊，有访客在往据点移动。传奇帕鲁球三颗，哦，你也可以做、啊，没有，我看到你有做啊，哦、我也可以做，没错。碳纤维有两种制作方式哦、啊，对，可以用，可以烧木炭，也可以那个。我们木炭有这么多？有啊，我刚烧超多。我是觉得收集石炭最快。对啊，可是因为石炭有其他功能、啊。因为木炭要两阶段呢，要先烧成木炭、哦，然后才可以那个。哦，欸、暗黑商人会掉黄金钥匙哎、欸。真的、啊。白金上去。对啊。你去扁他、啊。没钱的。我去提款。你是不是？你是不是？我只是提个款。合理吧？
应该不过，应该不过分吧？不太过分，只是他会有点小伤心而已。他应该连伤心的机会都没有，还来不及伤心就结束了。对，结束了。错啊，掉了一个两个黄金钥匙跟20000块。愉悦。好，我去找刚地图上标的那个地层，一样火山刚刚那个位置。嗯。南边，南边下面没多远的地方耶，也看起来有地层吗？哦，干，我看到了。还真的没多远呢。刚刚过去找你，去找你。等一下哦，那个也是预言王，我不太想打他。你可以不要带紫薇戒指打他。哎，开箱。哦哦，哎、欸，真的，箱子开到白银钥匙，哎，我开到2把。好水哦。哎。那。你在哪？这里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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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里。我把图放大一点。好，所以在下面是不是。诶、欸，我刚刚看，我跟你们的位置蛮平行的。这里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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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里。我在你们的，我在小叶的左边。啊 ，David 在预言王那里是不是？我看到你了。对对对对对，在预言王这里。懂了。这个是日行性的预言王。这里藏一个，有位置。哎 ，Go Go Go！ 呀！先说清醒啊！人手一只，人手一只贝拉诺娃。啊，黑暗影视是暗属性的，所以贝阿诺瓦打他比较不痛，欸 oh. 比较不痛，比较、欸、对，比较不痛，但他还是被很努力的打，想丢元气弹，来不及。看我都说，哎、欸，哎、欸、，David， 哎、欸，大智那只是谁啦？有一只是那个、欸，哎，有一只是 boss， 有一只是 boss， 哎、欸，怎么看？你比较大智啊？不是我的啊，是 David 的 ，David 也是 boss， boss 一只 boss， 对啊，你那只是 boss 啊，看不出来，哦、真的、啊你的，你的超大智啊，哎、欸，好像是哎、欸，你找我刚才没感觉，哎、欸。我刚刚看，哎、欸，怎么有人是特别，有人是特别巨？对，好大，肥肥的。雷胖达，大命来！哦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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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哦，有盗贼集团了、啊！哦，好爽哦！这那个画面，贝阿诺瓦那招真的是蛮屌的，我喜欢。苹果好技能，哎、欸，好技能，没错。哎、欸，这边开箱。哦，这没路，没路了，对不对？对，没路了。箱子就是回头。好，哎，石炭是不是？嗯，顺便挖一下。好、哦。哎，我们刚刚是直走嘛，对不对？对，现在剩另外一个岔路。
对，只剩一个岔路。我看有个岔路。那就先从右。没动。哎，箱子卡住，有路吗？没有，剩死路。回头，回头。哎，往右。哎，终点哎！看雷鸣鸟哎！嗯，要不要先打一打？等下出奇怪的东西，还不如先打他。不会啊，所以等下下一个更强啊！好了，先打好了，先打好了。雷鸣鸟好像完全没抓过，对不对？我有啊，哦，你有开箱开到？他有小跟班吗？没有，没有，那只有他一只而已。好，今天只有他在。靠腰是什么情形啊？抓喽！啊？看有点难度。有传奇帕鲁球吗？我觉得可能要丢传奇耶。是假的，他不是才三十几级而已，他四十级啊。哦，四十了，刚好最后一颗大四帕鲁球抓到。那是有，哎呀哎呀哎呀！哎，开箱时间，开箱喽！哎，一个贝拉路杰，你们有吗？我看看，贝拉诺啊。哇！但是有金链金属盔甲一啊，啊一，一应该是绿的吧？一是绿的，对啊。我看一下哦，这附近还有什么？还有哪一个没标到？我看一下地图，等我一下。好。哎，怎么打起来了？对啊，是很近啊。过来，这个位置好神奇哦！这边有，哎呦，我操！他好凶哦，一出来他就拍，对啊，还有吗？有，下面还有一只。好准哦！哇，可惜不赏脸。啊，几率有点低啊。换我，换我，换我！哎呦，对比丢。哦，对比有红球、哦。带一颗。再一个，不懂，哇！欸、被弹掉了，这个票没有他刚好跳开，跟我谁？这个帅气的跳跃，好，我丢，哇！盖黄球不好中哎、欸，我丢，好，你丢，大家好省球。哎、欸，中了，中了，中了！慢慢来啊！哎、欸，中了，中了，中了！哎、欸，传点，搞了球荒啊！没错，我先去找一下下一个地层，等我一下啊、哦！还是你要先回去？我现在站的这个位置，我现在站的位置，你们有开吗？看一下，有啊，哎、欸，这里有开哦，我有开，有我有开，好。我看一下，这边有个好神奇的地层哦，怎么会在这个地方？
我找一下、哦，还是你要先回去做球？你找啊，我们附近晃一下。好、哦。就在这附近而已。他说我地图上有看，这边有看到一个，但怎么看都不像啊。这边有一个哦，我看到了。嘿，这里有一个。哦，在铁矿场旁边。啊，来了。哎，这里有个铁矿场。等一下，标记一下。哎，还有谁没到吗？哦，来哦，这里有一个。好，够。够。不知道怎么说欸，我标地图会跟我现在的位置差非常远。好啊，是不是 lag 啊？不是 lag 欸，我觉得是 bug。lag 的好朋友 bug。对，合理。哎，死太！我快满了，你都不会太重，死太超重的。哇，你负重了、啊？我算十就负重了。还要不要丢？要不要丢一个？丢一些出来？可以啊，丢200个出来好不好？太多了，会出人命啊！200个。哦干，还好，没事没事没事。刚刚应该回家了，哎呦，后悔了，回家一趟了，哎呦，这个威力真的很巨大，就好爽啊，对啊，大家一起喷一次就搞定了，贝亚诺大招，这也太多了吧，哎，先用，哎，错了，中间，右边是终点。哎、欸，干炸弹鸟哎、欸！又是炸弹鸟，他们还没自爆哦。哎、欸，干，有一只要爆了！要跑快跑！我操！然后999就是很可怕。哇，做天上的流星！哎、欸，炸弹鸟会掉那个火药可以捡哦，那个。那个做子弹可以用。好。还有敌人是？没有吧？为什么我觉得音乐还是音乐没停下也是 bug？ 是。只要你觉得怪的地方，就通通都是 bug。对呀、啊。到了，他妈的什么都看不到，没有感觉。我的卡哇！哦，不愧是强打手。哎、欸，这里有一个，蛮好，蛮好用。我、哦、干，我快满了。我还有400。好，靠，大概靠70。你要10。哦，你属性是不利的，但是打起来伤害还是很高的。对，哎、欸，我来开箱。哦，来打那个遁地鼠，
操！看他一发六百。不过合理啦，因为邓地鼠毕竟普通系，暗系克他，但是我还觉得那数字很可怕。嗯，对。但是邓地鼠就烧起来了。对啊。他是被灭了，对，他被灭了，他是被灭，是他被灭了。哎、欸，直走右边，直走右边啊！哎、欸，这里，这里我见到一个洞。哦哦哦！不要射我！我操！不到了，我就听到几个，然后就结束了，对，就结束了，然后就结束了，我听到一堆，对，就听到这种声音，然后就结束了，好怕，我刚刚是，后面是还有一，然后后面是大胆鸟，不要理他，里面开箱，好，你去开，喂，应该没路吧？哇，我没钥匙哎、欸，你有白银钥匙吗？我好像没有哎、欸，有的话来开，有来开一下，欸、是哦。对，小叶叶。反探设计图，看一下。哎呦，是哦。好，什么？谁？几号的？三号、二号、一号？绿的，绿的。哇，一号。绿的，一号。双管散弹枪我们用过哎、欸。我每次就要消耗你两倍子弹了。应该也是一发一发来，哎、啊，干双管哦，有可能哦。但好像不是很划算。哎、欸，开箱！但是他这样喷，他这样喷一次是不是就有十个、啊？还是他一次可以打两发？打两发才换子弹？不知道哎、欸，这就不知道。要做、啊、要做吗？因为我没用过。我错了吗？啊，要骑上去啊？对啊，要飞上去。哎、欸，我这边逛完了。哎、欸，庞克西。下。哦。其实按打按应该是没有力的，没有力的才对。右边，哎呦，哈哈好去哦，好乱哦，看不清楚哎。哎呦，有炸弹兵哎！哇！哇！结束了，结束了，可以挖矿。哇，带不完哎！我啊，看我负重了。Baby， 靠你了。我还有一百多。在哪？这里还有，我这里还有。这里。好。哎、欸，还没有，还剩一百、啊。没关系啊，够了，这样回去准备打王啊。嗯。哦。哎、欸，直走。对，不知道还没看到。雷冠龙，雷冠龙好像还可以，需要戴戒指。好、啊，戴一下。蹦动式散弹枪。它很快。
可怕，要被打死。不会啦。哦，神龙摆尾，好丢了丢了哦，丢丢丢丢丢，干七趴我错了。有了有了有了，传奇啊！对啊，传奇，贵重的龙珠，开箱。嗯，然后你开，有一个手机好不好？我这边一个碎片。贝拉诺瓦，哇！对啊，我刚才都看到贝拉诺瓦。然后突击步枪少见，少见绿色的。哎、欸，可以做哎、欸，我突击步枪是白的，没有。普通的，所以现在几个碎片啊，我这边两个，我说贝阿路杰哦，贝阿路杰，看家里仓库吧。哦，你有就一个吧，一个 是，所以今天的战力是一个，是两片。附近是还有一个地层啊，可是我觉得我想先回家一趟。要啊要，我们应该一定要先回家一趟吧？对啊，太满。在这附近还有一个地层，那、啊、等一下再回来。好。还有船点在这而已。真的。哎、欸，看有按错，我船这里。忘记选船点。这预言王是卡点的，对不对？预言王。来帮他一下、啊，他看起来好想做事哦，真是个劳碌命。对啊，哦，所以现在是两三个碎片，我们可以再打一场贝阿诺瓦嘞。哇，等一下我把不是东西放一放。嗯，所以只有金链金属头盔是紫色的，要做吗？要做吗？我们现在头盔应该是金链金属绿色，对啊，绿色。这好，我记得是好久之前开到的。对啊，要做了吗？要做了吗？嗯，可以啊，做一下，看一下材料是什么。哎、欸，在作业流水线是不是？拿出来去做流水线看一下。好，作业流水线是不够吗？该不会是要二级的作业流水线吧？应该不会那么哭吧？应该不会吧？哈，是吧？应该不至于吧？应该不会吧？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哎呀，靠腰嘞！真的是拿到传奇吧？巴黎球，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就拿没差。对，就拿，做出来就是要拿的。哦，火药放这好了，到时候做火药全部集中到这。那我们的流水线在哪？为什么我没有找到？作业流水线在哪？作业流水线，你现在这个就是啊，这就作业流水线啊，对啊，这作业流水线啊，我作业流水线盖两个、啊，这边有一个，这个也是。嗯，有两个。哪里？这里，这个、啊，这个也是。哦，就不用抢来抢去了。对，作业流水线二级在这里啊，这个是二级，这是二级是不是？对，这是二级。二级可以做什么、啊？二级哦，差不多吧。一级跟二级一般做的差不多，应该差在那个设计图需要的会不一样。作业流水线工厂，这个是作业流水线工厂的。对，那个是二级啊，这个是一级。哎、欸，这个是一级。对，这是一级。那为什么那头盔哦？材料，金链金属定要90颗，好好严苛啊！有一个石头，一个水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散弹枪？哦，蹦动式散弹枪。就我手上拿，哎、欸，我手上是哪一把？这一把，就这一把。这个我觉得没有差很多，应该不用换。哦，没有差很多是
厉害吗？就是、我觉得近距射蛮猛的，一百三变一百五。啊，那不要了，浪费金主地。对啊，放回去。他那个传奇的那个呢？金链金属头盔。哎、啊，传奇吗？史诗，我们应该只有史诗而已吧？我们传奇只有那个毛皮盔甲。好废啊！而且还只要优质工作台就可以做了。太优质了吧？对啊。修个枪。我去卖一下，我去卖一下贵重物品。暗黑商人通常多久重生一次啊？缺钱的，缺钱的。这个要试哎、欸。好，没关系，我等一下试一下。如果待会我出去。如果待会我应该是一个天亮天黑吧。哦，没关系，我现在就试试看。哇哇，看起来没有出来，干，这超伤心的。走过来发现这边是空的。好，我去找火山南边剩下最后一个地层。嗯，看今天能不能凑一场贝亚路劫。虽然凑出来应该也还不能打。凑一遍。嗯，我觉得战力不太够了。我看一下哦。哦，要跨过这个。哦，那离那个有点远呢，离那个船点有点远。为什么一直看到有惊叹号？那是要准备天亮的节奏吗？对 ，OK。这里，哦，这个比较远嘞。上山一点点。小，哎呀，龙焰娘哎，去吸的，像走过头一点，是不是？哎，是这个吗？不是。这边这个我找不到。我再捞一下。是这个。要往这个凸起处。这个凸起处的左上方。
死亡匪。哇，那个鬼才找得到啊！到底在哪里啊？这里是突起处的。哦，看到靠腰，我找到，找到，找到了！你要过来吗？我刚才一定是眼睛瞎了，我才没看到。过去了。我也不知道哪个船点比较近、欸、我觉得，应该是我们刚才那个地层的船点比较近吧。古代文明遗迹这一个，我看一下哦。下对，然后你就往我这个方向，要飞过一个城墙。等一下哦，我跑比较远。我要回去一下。找个船点。哦，费阿诺啊，那招有射程哎、欸，太远他打不到、欸。你说喷光的那一招？对啊，太远会打不到。看起来很远，事实上很……哎、欸，我刚刚有抓一个距离打一次火麒麟，打不到，然后挑衅他一下。这里，这里，这里。哪里哪里哪里？这里这里这里，哪里哪里哪里？哎、欸，就是这里。哎、欸，我掉下来了。哦，哦，那你的风哥龙啊？嗯哼哼，不要这样。靠近还下面近呢、啊？下面比较近对吗？哎、欸，我觉得下面应该会比较近。哎、欸，那是火麒麟又出来了，挑衅他一下。好强哦！看他一招秒嘞、欸，我操、啊！好强哦！一招哎、欸，一招秒火麒麟，对，一招秒火麒麟。虽然有等级差距啊，但是还觉得，有点厉害啊。那这样子，那这样子，这个火山南边就四个，你知道。四个图，四个地层啊！这里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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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里。我看到，我看到，我看到。哎、欸，小叶进去了，上面。哦，走啊，走啊，走啊！啊，走。喂喂，干去挖矿啊！妈的，回来干啥？哇，有怪啊！有怪他不需要挖矿，怪就不会挖矿。对，有怪他就想着要打怪。没错。看这黑暗影是不是有个鸡掰嘞？妈的！被他钓到了。够烦，金凡。喂！操！哎呦喂、啊！看他有鸡蛋，还会怎么砍到？会爆炸！怎么砍到？哎，右边，右边。上啊！别、啊！
应该这里吧？有其他路吗？好像没有，只有一条。前面有路吗？好像没有哦。有啊，应该走这条哦。好，走。所以这条如果没路，就是回头啦。烧鸭子的歌。这只是好烦啊！走不见了。他们会闪现。这条路啊，这条有路是？对啊。哎呦！你打完嘞？还没打完呢。对啊，后面还有一只。我走。快咬我慈悲戒指啊，北南的。嗯，谁烧起来？我怎么烧起来了？那个岩浆会烧起来。嗯，这个岩浆会烧。走，回头。到这集团了。哎，这边有路哎。还有路啊。这边还有路。应该交给帕鲁的。那我这边要把它交给帕鲁。好啊。完了。又是一个盛况空前。回头咯，是不是左边有一条路啊？哎、欸，有路啊，有啊，左边好像有一条路。你说这里左边是？对啊。没、欸、没有啊？这里有有哎、欸，哎、欸，终点哎、欸！我干，好啦，直接上了啦，没差、啊，因为只有最后终点的那个宝箱有。干博爱西耶、欸，好讨厌哦。大只的，让你看清楚一点。欸、你看着他结实的胸膛，再看看他的嘴唇，太牛了。然后你看他走路姿势在那边扭，我在那边烧。哦哦哦哦哦，烧。哇！哎、欸、哇！欸、我带慈悲戒指哦！我忘记带了。你是你是故意忘记带的？你是不是对他不太喜欢他？虽然长得有点丑。哇！诺瓦的碎片，另外一个，我看一下。贝拉路杰。哦，一个啊，那有一场可以一场哎，对，然后青春吊坠加一，哇，你干嘛努力工作啊？他为什么不开放帕鲁也装个装备啊？对啊，你可以建议一下，搞不好还不错。对啊，带个饰品我觉得还不错啊。对啊，啊，南边的，我刚刚看一下地图，南边就只有这几个地层了，我刚都标好了。真的。对，下次上来就可以直接刷。OK， 南边靠你标啊，我标都会歪掉啊，那跑到海上，没关系啊。我标的，我来标，我来标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哦，贝拉诺瓦真的是有点厉害、欸，我觉得。
贝拉诺瓦都这个程度了，那贝拉露姐不就逆天了？对啊，天哪、啊，逆天啊！对啊，然后你想想看，我们在升星啊，那个品质在提升啊，他那个噩梦射线等级还会再变高哎、欸。嗯，对啦，对啊，伙伴升星实在是太困难了。首先要先抓到一只公的，首先你要先有一只公的，然后可以榨干它。没错，要三餐榨，对，榨干它。哦，我该有机会休息，只适合住在牧场。干，这比人间牧场还欢乐。哎、欸，哦，有啦有啦，有吗？小，现在我干10:30，还有半个小时，我想一下哦，不如现在先想办法塞一些帕鲁球好了。嗯。我身上传奇帕鲁球27个啦，我做一些给你们拿好了。好啊，身上有20几个。其实我连大师跟那个红球都没有。真假的？我大师刚丢完了，我大师也丢完了。哎、欸，看这个怎么可以空着？我去挖一些金属锭。好啊。看一下楼上烧矿的状态。看藤原龙总在烧料理，不要浪费才能啊！我管一下，那两个工作被调换了。他竟然在做料理，有没有搞错啊？哇，那个预言王很想烧帕鲁金属锭，可是他烧好慢。这是他的兴趣。不行，我嫌弃他。他不自认。对。过来。干，田龙真的很挡视线的，不是我在说。有了，成功了，成功了！我成功把预言王赶走了。哎、嗯，我看我们家鸡蛋好多、哦。鸡蛋很多，是不是应该去做蛋糕？对呀、啊，可以烤一下。我要去放蛋糕给他烤。有没有缺蜂蜜啊？好像都没有采蜂蜜耶。嗯，哦，还可以再做15份。这还有了。哦，因为做蛋糕也需要蜂蜜耶，有需要的话可能要去找一只那个。骑士风来放牧，
David， 你在抓骑士风啊？没有，我在开图。哦。那这边还有两三个船点，我没踩到，去踩一下。那下次船就比较方便。哦，そうか。我看到点，但是还没开过，不知道为什么。我的图是开着的。哇，还没解锁到，不知道为什么。干，贝亚诺瓦攻击真的超高哎，相当的威猛。对啊，对，这到有点离谱的地步了，我觉得出乎我的意料。啊！暗黑上来是没有重生呢、欸。哇哇，好难过，没办法氪金了，是不是？太久了。对呀、啊，我没有提款机，太伤心了。我在缺什么子弹？不如我先去大雪山踩点好了。现在就在踩点。嗯，可以啊，踩个点。这个是小来大，大雪山吗？我应该在小。哎、欸，那这个是小大吗？我不知道啊、欸。你好像在我附近。对啊。这是大吗？哎、欸，这应该是大，因为小雪山的塔我们应该打过了。看一下哦，哦，雪猛马、欸，这附近的点我都没开过，不好意思，这附近有个点没开。我也要冰地美入帕，他等级，哎、欸，好像可以抓了吼。没有啊，上次 David 是用开弹的，对，我是开弹开到的。哎、哦，啊，有要求、啊，
不要打我！哎，哦，这里有一个传点。哎呀，我们到时候还要想要怎么样去找幻动说的比较近。对话，你说他传点在哪？我不知道啊，我记得蛮远的。幻动说附近是没有传点，不管从哪都要走很远。真假的？对啊。看什么垃圾箱子，操！纯水晶的，纯水晶暂时还不太缺。哎，这里一个传点。这个位置，哇，那幻东说应该在北边。中了，雪地怎么一直在破图啊？是我电脑问题吗？专用十字弓，哦，对啊，那个是到时候拿来，好像要做呢。对啊，那个到时候拿来烧，要做，拿来烧那个谁啊，幻东说用的。好，先拿一只啊。好，你先拿。啊，那我应该做三把，对不对？我只做一把。啊！不要过来。哇，双哥龙四十级啊！哎、欸，我又开到一只冰地梅露帕。喂哟！喂哟！求流水线要不要再盖一个、啊？你说流水线二吗？好快，是不是？因为有时候想要塞两种球，可以啊。需不需要帮你加速？哦，你要让他走啊，也行啊。对，靠他才快嘛。大型的冷冻帕鲁蛋，这个会是冰地梅露帕吗？哦，有可能，对，蓝色的那个有机会啊，要蓝色的，蓝色对对对，啊，蓝色就是巨大的，巨大的那个，哎，我这大型而已，啊，全部都要水泥哦，对，要水泥，所以水泥我塞很多下去做，哦，水泥在哪里做的？那个做流水线，这里看起来是碳纤维，有啦，旁边有一个我做水泥啊，还是被拿走了，嗯，水泥蛮重的，也是不要拿太多。嗯有点微妙，怎么了吗？怎么啦？没有，在想说要做个其他的球，可是看起来材料好像也没有差距非常大。所以觉得
做传奇帕鲁球就好了。就是做传奇帕鲁球就好了。其他多的是不是？应该比较麻烦，就是那个碳纤维。然后传奇帕鲁球跟大师球差别就在那个，一个要帕鲁金属钉，一个精炼金属钉。哦，哎，就用的金属不一样啊。干，我看到幻冬兽了。你看到了？对啊。所以我们要去哪？我看一下你在哪。熟悉的决斗场地。我在右边的绝对零度，就冰王美露帕旁边有个据点。哦，哪里啊？右边。哦，我的幻冬兽哎。对啊，那边我好像有去过啦。哦，那我现在踩的话，你抓了吗？抓。我看他血变多嘞。我们是不是应该打他一次看看？要来吗？还没有火箭弹嘞。可是我们有三只。哦，我们三个去喷他是不是，贝拉洛啊，要不要试一次？那、欸、我们来去试一次，打不赢再跑就好。好啊，来啊，来来来，好，来啊，等我一下，把这个碳纤维做完就去。来啊，谁怕谁？他现在睡觉，我现在踩在他头上，非常棒，就是要这样才好打。知道趁现在去啊！对，我们现在可以站在后面站好好，再准备开始了。你看多好。对啊。马上去，干！快天亮了啊！快点啊，赶快去啊！对啊，快天亮了，希望我来得及。来不及吧？哦，那个方向有船点是不是？对啊，我在那个船点。好，等一下带个路。在哪里啊？在我这啊。就往旭胜那边飞啊。他的场地很明显，你会看到一座冰桥，然后满地碎冰，就是那里了。我觉得应该要先去抓一只那个什么才对，先抓一只朱雀来飞。哦，耐久比较强。嗯，不会飞一下就没事。我觉得我飞过去就天亮了。哎，现在已经天亮了，只是他还没起来而已。他起来，他起床了，还在睡。啊，起来了，快跑！赶快跑！赶快跑！有跑了。啊，那在干嘛、哦？这个地方这么明显哦。对啊，很明显啊。他在干嘛？要开咒了吗？他在那边扭来扭去，不知道在干嘛。对啊，我也不知道冲他笑。我可以的了，掉下去了。哦，干，小叶身先士卒哎。在哪？在这啊，在这。好，我开喽。那你在哪？我在后面啊。哦，看到了。哎、欸，这个可以开音乐哦。我记得跟他决斗的那个音乐蛮好听的。好，开了。哇，血变多了。血变多是这样。哦。哎呦。好像可以耶。哎、欸，他的音乐很好听哦，我觉得可以。哎，小心哎。哦、他这么强哦！哎、欸，有伤害哎、欸，有二十啊！对啊，单发步枪是十五。嗯、出事哦！小心那个钻石星辰哦！哦他蛮强的哎、欸欸，我觉得可以开声音哦，音乐很好听，这音乐超棒的。哎、欸，小心谁飞啊！我快死了！我收起来了。叫出来就被他针对，好可怕！可是伤害多啊！我都是一。我觉得应该是打不了了。可以啊，我觉得打不了。我觉得可以啊，还好吧，蛮顺利的、啊。三千血嘞、欸，顺利吗？蛮顺利的、啊，哎、欸，至少对我伤害，我今天打都是一滴耶，他真的有把他的防御调低耶、欸。
那为什么有那种大龙卷风啊？只是重点抓不抓得到是问题啊。哦，小心，谁快死了？谁快死了？小心，我带二十几颗，我身上好像也有十几颗。哦，哎，谁丢火？聪明哦，烧他一下子。是不是应该烧他一下？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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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烧，他的血还够。哎、欸，我读到他了。看这个毒伤还是最高的，76。可是我毒箭矢快不够了，哎、欸，烧到4哟！钻石星辰，在这边吹吹吹的，哎、欸，要修哦，快跑！哦，风哥，小心哦，他挂了。啊，死掉了，差点，要小心一点，要去我，那没什么可以打的，就烧燃烧子弹吧，他就小心两招，那个他翅膀会变冰那一招跟那个钻石星辰，小心那两招就好，他那两招很痛，哎、欸，就这招。我收了，但是好像被削到了。啊干！啊！我被他钻石星辰冰到。哎、欸欸，我觉得可以哦、喔，我觉得可以。啊靠！要啊干！我快死了。哎哎哎哎哎！我觉得要再准备一下。我觉得准备一下给他，对，我觉得可以准备一下啦，这次应该是有点难。真的吗？我觉得可以耶，因为我没有带那种什么火箭、毒箭，我都没有带啊。哦，我也没带。哎、欸，可是你们一般弹药打不出伤害吗？15啊。哦。哇。哎、欸，变成弱王死了，都靠帕鲁打的啊。哦，啊靠！要完蛋了。啊死了！救一个，救一个，救一个！我头。这种感觉好特别。成功。赌一个。一不小心被喷到超痛。有毒到他，也很痛。小心翅膀跟那个钻石星辰的，钻石星辰他就头上会聚一颗冰块，但是要打下去会扩散哦，小心一点，不是躲冰块而已。哎，钻石星辰。我被撞到两个 BI 了，小心欸。哦，有点难烧欸，烧起来、啊。哦，哎，读到读到了。后来就觉得好像有机会，我觉得可以啊，我觉得蛮有机会的、啊，就慢慢读啊。你们四人弹药还够不够啊？剩三十。
等下就可能射箭了。哦，我一直在射箭了。哦，我毒箭石快用完了。我是单发步枪快打完了。哦，燃烧了，燃烧了，燃烧了。哎呦，小心哦！收的漂亮。想要偷阴他哪都简单，就只有他可以烧他而已。我单发步枪还有205发，弹药够啊，剩下就是弹药不够。哎，啊，谁空够死了？我，我没死，没空好。喷一下，看我被他弄都快死了。啊，很硬。我只好派出阿努比斯了。我，干！我操！我阿努比斯他摸一下快死了。要死！钻石星辰！啊，干！我被他弄死了。哦，是哦，阿努比斯的，越来越远。阿努比斯要收了。好。小心知道，小心知道。都有戴慈悲戒指哦。有。有。好。好。哦，水哦！看他在天上飞啊！钻石星辰！哇，谁被阿诺瓦死了？我一开始，我很早就死了，你还可以撑到现在，撑住，撑住！我先把他 hold 住。小叶，小心！哇！哎呦，被翅膀打到了！对，我看到了。哇，连阿努比斯都死了。没关系，你还有训练家。我还有训练家，没错。干，不要逼我，不要逼我叫天晴鸟。我还剩天晴鸟，没有错。对，我还有天晴鸟。我快要死了。700，700，700，700，我们快成功了。哇！我的光哥老死了，我看到了。600，600，600，再磨一下。钻石星辰！啊！快跑、啊！小心！有！400，400，400！小叶，你小心！我正在玩火啊！虽然这边很冷。我们是应该一个人一个方向，然后在那边吸引他。有，小心！快跑快跑！300，300，300，300！看，小月血量看得我好紧张哦。看他找你！当时了，他知道我没血啊，他知道我没。看跳、哦，他就喜欢找你。93，93，78，78，63，63。哦！哎呀呀！可以抓了吧？有，剩九滴，剩九滴。好，我要抓了。一滴啊！干！我干！等一下，我先救一个，我先救一个。完了，你先抓吧。哎呀，抓到了！抓到了！也太爽了吧！舒服。第一只，第一只，第一只啊！我没想到我们这样随随便便说打就打了。哦，干，好刺激啊！
好，再两只。OK， 再两只。再两只，我们应该回去准备了吧？都死光了。我觉得还不错啊、欸。我觉得打起来不错啊。我子弹也没了。哦，对啊，子弹没了。我觉得火箭石跟毒箭石可以多带。我刚毒箭石带太少，我带五十几发而已。我觉得火跟毒很有效，真的很有效。那我们来回去准备一下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现在有点难过的是我的风格龙。哇，哇，尴尬。哇，没，现在我只剩下天启鸟，不要怕，我什么都没有。啊啊啊！哎、欸，你们说船点在哪里啊？啊，船点在哪里、啊？要走很久哎、欸，我看到一颗蛋，先去开一下。好，好。哎、欸，我看一下、喔，我把这船复印船也记一下好了。你有看到冰王没入帕吗？冰王没入帕，冰帝没入帕，没有。我这边图完全没开。在他旁边，在他旁边、哦。我这边图完全没开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这里我好像有点印象。等一下、喔，是这个方向吗？嗯，为什么现在突然有声音？哦。碰到了一个人在追你，真的假的？我说小叶啦。哦，被追了。哦，我看到了，我看到了。看，这火鸟会不会不够力啊？哇塞，我刚刚看到他那个冰霜之翼冲过来，不知道谁被冲1200的伤害，好扯哦，这么痛哦。对啊，我刚好看到那个数字，我他妈以为是玩家打的才不对，是我们被打。啊！不要打我！不要打我！哦，不错。在哦，我看到冰帝没入帕了，46级，突然觉得也没什么哇，真的，刚打50级，太刺激了，哦，好爽哦，刚刚那场，好，我先回去哦，先回去哦，我不小心在下面了，要爬上去才能回去，哦，没有鸟的日子好痛苦，嗯，对哦，没有鸟就不行了。好啊，好啊，看我没办法说什么，我只能保持沉默。他没有那种直接回去的那种手段。有啊，自杀死掉，死掉干，那我不如死历史。对，我认真，我认真的，对啊，可以自杀，可以自杀，我认真的可以自杀。怎么自杀？因为我那个选项有一个那个死亡后重生。哦，我剩60公尺嘞。哇，那你要自杀吗？我决定要用爬回去的。哦，有毅力。选项死亡后重生。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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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，我看到了。然后放弃。对对对对，放弃。然后就，噔噔噔噔。最后69公尺，我究竟要爬多久才会回去呢？我觉得我会比你早到啊我感受到了，就是你叫大声说我到了，我到了，我看到船点了，哇，不错不错不错，回家了，再抓两只，我们下一个目标，把死掉全部放进去桶。哎、欸，刚刚说要再做一个帕里球流水线，是？对啊，再想要不要做一个啊？做啊做啊做啊 ，OK 的。材料不够。哇！哎、欸，缺10个电路板跟大量精炼金属锭。我先做电路板。缺哦。我在想有什么火系的，等一下可以叫出来打他。哎、欸，他用什么系打？谁？用火系对不对？你说谁？就是如果你要打那个刚刚那一只幻动兽，幻动兽怕火啊，怕火。只是好像看，只是好像看不出来。最火鸟皮蛮薄的哦，我刚刚看了一下，两三下就快死了。
可能叫预言王去烧他。我没试过哎。龙岩兽。斜麒麟。叫火麒麟。斜麒麟。叫火麒麟可以。可以啊，就火系，火系的基本上都可以啊。对，只是就火。要火。可等级很低耶，应该不太行。等一下。对他一下经验之数。对了，火系的可以。哎，预言王不知道好不好？预言王我没有带出去战斗过，哎，我从抓到他以来，知道他晚上会工作，我都放在家里。我说真的，我没有带他出去过，足不出户。对，足不出户，他妈给我待在家里就对了。哇，我的贝拉诺，我的贝拉诺娃，然后等他们休息啦。贝拉诺娃死啦！哦，他有屠龙者的，他有屠龙者的那个哎，词条哎。这只啊，刚刚的奋斗的结晶。看近看近看蛮大只的哦。对啊，好大只哦。啊，它是会飞吗？它会飞，但我记得它的，我记得它的鞍要48还49啊。哦，那还有的等呢。对啊，还好啊，48。然后只缺哦，干要200个经验金属锭，几百。嗯哼，这蛋糕有时候要小心，怕被吃掉。哦，你烤蛋糕的话，你要设成不让帕鲁班呐、啊。嗯，哎，那勾勾要拿掉，那个让人来搬就好，千万不要给帕鲁班。绝对会出事。对，绝对会出事。哦，好多，是要出事的节奏。啊，55个蛋糕嘞！对啊，我感受到子孙满堂的愉悦。对啊，我打工啊！你那只那个幻冬兽是公的还是母的？幻冬兽是公的还母的吗？我看一下、喔。对，你要生哦、喔。对啊，这个不是一定要用生的吗？公的，让它生。公的，公的、啊。哎、欸，公的。就看下一只。很快啊，下一只马上就来了。冰刃、冰刺、冰雪飞弹。因为我们是不是要做毒箭石跟那个？啊，对哦，火箭石是跟我先做几做两把，再两把，小燕拿一把的嘛，对不对？对。那、啊、毒弓也要做，对不对？毒弓要，就毒弓跟那个嘛，火弓嘛。对。都要做十字弓吗？还是？我都做十字弓好了。好啊。我们家里有没有高级一点的设计图？我看一下。没有。还真的没有。欸、可以来拿了。这么快？对啊，来来来来。然后等一下我再做两把毒的十字弓，你就带在身上。真的？对的。对。会。哎、欸，他的剑也是要特别做，对不对？对，要特别做。剑的话，剑的话直接在流水线就可以做了，对吧？好残忍哦！我的阿努比斯已经挂了。啊，对哈、哦，很sorry， 无法加速。哇，我们石头不够哎，这样切这么基本的材料。嗯，我去附近挖一下石头。我记得我们家附近有很多，对不对？不少。我连踩石头的也挂了。
哇哇，哇，没关系啊，只要再十分钟，他们就是一条好汉。你给他一点时间。对对对对对，你要给他一点时间。我先带别枝出去好了，找一下别枝去挖石头。啊！我只有一只，怎么会这样子？睡眼龟只有一只。我刚他妈，我刚连天气鸟都叫出来战斗了。Yeah. 你刚刚叫天气鸟出来？我刚有叫天气鸟出来。我觉得非常的危险。哦，干！我觉得谁死都没关系，天气鸟真的不能死。天气鸟死了你就，那天气鸟死了你就少一条腿。对。就只能待在一个寒冷的地方，用双脚走路。真的，有天气鸟之后我都没有再用双脚走路了。哎、欸，哎、欸，干没石头了，我看一下现在可以做几把。哎、欸，这里一个。我拿一把毒箭矢啊，哎，毒死只狗。好、啊，大概要做多少个、啊？哎、欸，我就想说，每个人一把。现在箭矢，箭矢哦，箭矢都要做啊，两把两种都要做。箭矢就做一半，哎、欸，我看一下哦，哎、欸，一个人至少要个158吧？那就下30个。因为150发，我觉得不知道还够不够，应该够吧。158，我们打150交换一下。我刚刚，我刚才单发步枪，我打了200发。我刚毒箭时，我只带50几发而已，带太少。然后剩下就是用单发步枪，一直轰，一直轰，一直轰。交给专业的来。对啊，现在快吗？哎、欸，隔壁的那个毒十字弓有没有要去领？谁要去领一下？应该小叶吧，小叶应该还没有。哎、欸，我啊，对，我没有，好，我领一下。哎、欸，火箭矢刚才领了吗？哎、欸，我领了、哦，我有拿了，我有拿。你有拿了是不是？我拿了、哦。哎、欸，火箭矢哦，啊，我拿了。你拿了，那我再做没关系。等一下啊，我发现我没有开科技。点一下，那我飞一下。哇！我拿到别人的毒箭矢。对啊，没关系，你先拿，我再做就好。是怕石头不够啊。好，请点身上装备。我身上现在158毒火箭矢跟115发毒箭矢，你们呢？我身上我看一下，我身上158火箭矢，还没做毒箭矢，我做一下。哎、欸，毒箭矢我身上有298，你要不要直接我给你？啊，那你分一半过来，来来来，可以。好，在地上了，在地上了。啊，捡起来了，好了，我有145发，耶、yeah。好，我哥150了，两个都准备好了。等一下啊、哦，那我还没好，帕鲁还没好，帕鲁没关系，帕鲁应该 CD 还没好吧？我没有，我去补一下单发步枪的子弹。好，我们要今天，我们要今天去干家。我也要等一下要去，你要去吗？应该还没重生吧，没那么快啊。哦，我也觉得要下一趟了。对啊 ，BOSS 有重生，需要 CD 啊。我倒是觉得可以挑战空窝龙。是哦，对，有没有空？你认真，我们打得赢。空窝龙，干！我想一下，他很快，他超快，他超快。我看你在其他，我就感受到他的速度了。空龙超快，
好了，不然我们先每人配一只换东兽，这样就好了。嗯，哎，才有机会去挑战空窝龙吧？我觉得，每人都配一只换东兽，我们先去碾的塔山。哎，可以哎。对啊，塔山就可以，塔山就可以打下来，因为塔山是龙加电嘛，啊，冰属性就可以冰死他，冰克龙。嗯嗯，而且。如果幻冬兽可以骑的话，效果会更好。但要48、oh. 这就很吃哦，因为幻冬兽你骑着它，你的攻击会变冰属性，然后同时冰属性的伤害会提升。它是真伤又转属啊，好棒！真伤转属，对，职业打手，伤人出现了，干真假的？你要不要来打一下？没有换你啊，我今天提过款了，是吗？对，我提过了，你去提，换你提。先补他两下。感觉看黑哨跟看到宝一样啊！哎、欸，那个都复活了哦，是哦。那应该去买个子弹。缺什么光？子弹目前，步枪可以再补个58。哦哦哦哦，很嗨嘞！我看小一跟他缠斗的很嗨哦。干，你那火器你真的北七啊，不会打、欸。我啊，你有没有怀念贝拉诺啊？对啊。还活着吗？哇！他跳起来了。有黄金钥匙哎、欸，是哦，是哦，有钱了，可以买子弹。对，可以买子弹了。他刚刚那一招地狱火是不是很烂啊？你说那个到处烧火那招？对啊，看起来是蛮壮观的，但好像刚一发都没烧到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刚刚那黑色伤的一发都没烧到、欸，我觉得还是那个贝阿诺瓦的暗龙卷风比较厉害。嗯，真的有效果。哎、欸，他那个暗龙卷风好夸张哦，范围又大，他跑掉还是烧得到。我把一些点燃效果的100的都把它放上去好了，因为我不期待他有什么好的输出。他重点是要让对方着火，这比较重要。对，我刚看着火的伤害好像大腿一下是87，然后毒是76，所以着火应该是比较痛。被火烧到总是比较痛的吗？对啊。好，再来就明天了。嗯，明天哦。我觉得我们到时候看就边刷地层啊，然后凑那个12个贝阿路。12个贝阿路杰的碎片，但是凑齐应该也不会先打，我觉得还一阵子，可能要等我们再多抓几个50级的去据点当打手再说吧。我觉得，对啊，至少等级要上去啊，不然很难打。对啊，就是那个雪山的大雪山那边40-50级的，可能40-50级的那边可能都要陆续抓，能多抓一点起来吧。嗯，不然应该打不太过。哎、欸，结果今天一颗传奇球就抓到了，我好意外哦！只烧一颗哎，原来还这么好抓，这么 lucky。哎，我球举起来，我刚刚看是5%，然后丢下去好像变30几%。哦，还是因为你等级有上去了，所以有差。嗯，我不知道哎，还是因为我有在专心收集那翠叶属石像。你翠叶属石像多少级？翠叶属石像吗？在哪里看？我目前我没有不一样，各别的。
我目前捕获力是六，我都没点呢、欸。哦，你要点啊！捕获力六，对，我捕获力六。真的假的？我是一级耶、欸。干，你要点啊！不然你收集在干嘛？那差很多哦。哎、欸，你就是球举起来是5%，对不对？丢下去加的趴数，我记得就是看这个捕获力。真的假的？对，所以我刚球举起来5%，丢下去变30几%。差很多、哦。你吹月鼠是几级？我吹月鼠没有，反正我这个上面的是现在6啊，然后还需要23个变7。对，我现在是6。6哦，我现在是8。干，你比我高哎、欸。这么高哦。因为我还要再31个。你有特地去收集。哦，那你有晚上都会出去绕啊。优秀。晚上就是出去绕的时候是吗？有啦，那吹的时候才看得到。对啊，那吹鼠标下很重要，那个捕获力就是影响到你球丢出去那个趴数的变化量。哦，真假的。但是如果你球举起来，你发现是0%，那个也没有用啊，因为0×100还是零，不要忘了。哦，懂。所以球的等级还是很重要。对对对，就基本上要大于1%啦。丢下去，剩下就看加多少，听天由命。好，你们还有东西要弄吗？不然就休息哦。没有，我要休息，可以。好。啊，小叶还要弄东西吗？没有，我待在家里。在家里下线。对，在路边下线。我会跑到那个。又传到海里。好，那先关了、哦。OK，OK、okay, okay.。好。下次再战。拜拜。OK，OK、okay, okay.。拜拜。